知道每次都移动的话，这个要戴口罩。对，那因为后来我这学四门课，对不对？三门在这边上，三门课在这边上的时候就很单纯，就摆在那边不动。对，二十几个。除非你们会有真的所谓的专业教室，是固定摸你们系上专业，那这样的材料，那就是不要动来动去，可以固定。管理上面就是要是说。这是一块了，好不然其实妈妈不好，那么你想想，要在上面了。那个，我不懂。所以，就是你刚才一分四那个出去你缺不到，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看教学环境。对，那因为像我们有专业实验室这样在上课的，二十来我就，那你说三十个，我压力就非常的大，怕他碰东碰西，而且不停课，那个干嘛？好，来，那所以呢，那个我看今天要送什么，这东西下次再送。这么多人，来啊！要不要袋子？不用。到主题吧，不要。好。好，那个我下次再送另外一个东西哦。那个下次我送这个东西，这边是五进一出，就是三选一啦。我选三选一的话，一二九。然后我很贵的嘛，我那次没有买过类似的厂牌，我也没有看见，我不晓得，看起来很像的东西。然后这边一个129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160，就是一分四160。你说这个还是这个套餐？所以我才说它的价位，你要用这种便宜的。就是我说在使用上，你用得到，然后选这样的价位，你还可以接受，就不会痛。这就是交流啊，你这样。你现在短的，你是把它卷起来的，就是主要转流。对啊，所以我就用那个很短的比较方便携带，但是也不能长。那个我可以讲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在一些情境。它变成就一种界面，教他们怎么操作。它的好处就是过程。好，先做好，我叫做比喻啊。假设说我把它那个把 Android 画面拿直的，它就是我画面的左半，我的右半就是可以我的一打说明。它变成是你一边请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按下哪一颗钮。是这个，对。那我看那你现在的手机都比较多。我知道这个电脑，但是从哎，
说，这两台都是前面这边的，你的路应该是什么？那如果真的可以实验到，它可以投影到你的另外一个萤幕，不会干扰到你这边，那你就等于去录另外一个萤幕。它不是有效的萤幕设定，不是吗？对对对。啊，我只是说不知道能不能这样了、啊。就是你觉得要，因为你刚才跟我说是没过电嘛。对。如果用三雪萤，可是我说如果用。我是想到的是，如果你如果免费，除非是说，啊，一份电，然后出去。